向党，葵花朵朵向太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56个民族呢，将会沿着太阳指引的方向，奔向一条幸福大道。再过3天，党的17大就要隆重召开了。我们坚信，这次大会会把我们引领向更加辉煌的明天。我们的生活将更加的美好，我们的社会将更加的和谐，我们的祖国将更加的繁荣昌盛。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祝福17大顺利召开，祝福我们的祖国蒸蒸日上。亲爱的朋友们，那今天我们10月放歌的第一场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别忘了在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，我们的第二场再见了。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共同高歌，爱我中华。